本國新的移民部長今年中上任之後，對各類移民和永久居留的申請有多大轉變呢？近日聯邦和各省集中討論調整政策方向，包括增加省提名配額，現階段不會限制留學生人數，那實際上有哪些人受惠呢？我們將會為你回顧本國今年的移民政策，了解更多需要關注的細節。請收看星期一晚6:45傳媒對焦。